Generating a first draft is easy, but polishing it, that's a nightmare. You change a single word and the AI rewrites everything. If you want it done, you have to finish it somewhere else. Maybe you're using the wrong tool. Meet AnyGen, the AI workspace built for real work. AnyGen puts you back in control. Edit exactly what you want. And invite your team to collaborate. Just like that. That's how you turn AI drafts into polished work. But it's not just for documents. One unified workspace. Need a presentation? Turn your doc into a deck, instantly. No exports, no messy formatting. Just a powerful built-in editor to perfect every slide. From raw idea to final output, AnyGen delivers. Elevate your entire creative process. Great work, perfected with AI, not just generated by it. Try AnyGen for free at AnyGen.i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BMS AI 学习频道。我是一笔的 AI 助理小恩，现在由我来分享介绍 AnyGen。但我有一个小缺点，就是简报上的少数几个中文字稍不完美，请多包涵，请把重点放在内容哦，谢谢。那我们马上开始。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 AnyGen 就是字节跳动新出的一个 AI 工作空间。那今天我们会怎么聊呢？首先我们来谈谈一个大家肯定都遇过的痛点，就是所谓的 AI 编辑噩梦。然后呢，来看看 AnyGen 到底是怎么把我们的声音一路变成文件、简报甚至数据图表的。再来，我们会深入分析一下它超强的协作功能。最后，我们把它跟另一个很有名的工具 Manus 摆在一起比一比，看看这两个强者联手会擦出什么样的新火花。好，我们直接切入主题。我想，只要你用过 AI 来写东西，一定懂那种感觉，就是 AI 帮你生出第一版草稿，真的超快，对吧？但真正的噩梦是从你开始动手修改那份草稿才开始的。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完全说中你的心声？你可能只是想改一个字哦，或者调整一下语气，结果AI 怎么把整段都给我改掉了，甚至整篇重写，改来改去 AI 自己都搞混了，完全忘记一开始的重点是什么。最后你只能叹一口气，好吧，全部砍掉重练。就是这种让人抓狂的流程， AnyGen 说他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AnyGen 到底是什么东西？简单说，它就是字节跳动做的一个用声音来驱动的 AI 工作空间。但你千万别以为它只是那种按一下就生出文章的玩具哦。不，它的核心概念是协作跟优化。他的目标是当你的伙伴，陪着你把脑子里那些零碎的想法一步一步打磨成一份可以直接交给老板、交给客户的完美成品。重点是成品，而不是那种半吊子的草稿。那 AnyGen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就得从它最核心也是最直觉的一个功能开始讲起，就是它那个以语音优先的玩法。这句话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 AnyGen 的设计理念。你想想看，我们最好的点子是不是常常在开会、在搭车，甚至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叮一声冒出来。 AnyGen 的设计目的就是要抓住这些一闪即逝的灵感，然后呢，把后面那些超级麻烦的像是整理啊、打字啊、排版啊通通帮你搞定。它的流程真的有够简单。你看哦，第一步你只要长按着开始说话，把你的想法录下来就好，就这样。然后第二步，系统会自动把声音变成文字，而且它超聪明哦，不只是单纯的逐字稿，它会帮你分段、下标题，整个结构都抓出来了。
最后第三步按一下就生成了一份所谓的活文件。哎，这个活字是关键哦，它不是一个存档就不能动的死档案，而是一个你可以在 APP 里面不断修改不断优化的动态内容。还不止这样哦，你的灵感来源不一定只有声音嘛，所以 AnyGen 也支援了各种不同的输入方式，不管是一段录音、一张手机截图、一个网页连接，甚至是你没听错，一份 CSV 或 Excel 表格，通通都可以丢进去当成素材。这根本就是一个超级强大的想法搜集箱啊。好，当你把这些想法都整理成一份有结构的文件之后， AnyGen 的魔法才正要开始呢。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能把这些内容无缝地转换成更专业的东西，像是简报啦、数据报告啦。我们来比较一下以前跟现在的工作流程差多少。以前嘛，我们是不是都得先把 Word 里面的东西一段一段复制贴到 PowerPoint， 然后呢花一整个下午在那边调格式、调字体、调颜色，图表更惨，全部都要重做一遍，超痛苦的。但是在 AnyGen 里面呢，你只要按一个钮，文件刷的一声就变成一份简报了。更扯的是，你还可以上传自己公司的简报范本，这样做出来的简报风格就完全统一，而且那些图表汇出到 PPT 里面，每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哦，不是一张没办法改的死图。那数据分析这块 AnyGen 也把它变得超级简单，就算你不是数据专家，看到公式就头痛也完全没关系。你只要把原始的数据档案，像是销售记录啊、网站 log 档啊，直接丢进去，它就会自动帮你生出各种图表，甚至还会用大白话告诉你，哎，从这些数据看来结论是这样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超专业的图表跟结论直接贴到你的报告里。你说方不方便？ OK，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超酷的功能，但 AnyGen 真正跟别人不一样，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是它底层的技术。这些设计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证它做出来的东西是可靠的、是精准的、是真正可以拿去交差的。锵锵，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叫做双 AI 验证系统。这个设计真的超聪明，你想想，它等于是请了两个 AI 员工，一个 AI 呢专门负责创作写东西，另外一个 AI 呢就站在旁边，像个严格的品管员，专门负责检查第一个 AI 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乱讲话。这个机制就能大幅减少 AI 最让人头痛的那个幻觉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胡说八道。这样一来，你把报告交出去的时候，心里也会踏实很多，对吧？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AnyGen 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第一，它解决了修改的噩梦，让你可以做到精准的局部编辑。第二，它有双 AI 系统帮你把关，做事实查核，所以内容更可靠。第三，它保证了跨格式的完整性，文件转简报再也不用担心格式跑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让你做出来的不再是一份草稿，而是一份可以直接交出去的专业的可交付成品。讲到这边，很多人心里一定会有个问题，哎，这个 AnyGen 不就是字节跳动版的 Manos 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完全是，你不能把他们看成是竞争对手，他们其实更像是一对完美的搭档。我们直接来看这张比较表就很清楚了， Manos 的定位比较像是你的数位外包工，你丢给他一个很复杂的任务，像是去帮我把市场上所有竞争对手的资料都研究一遍，他就会自己跑完好几个步骤去收集去整理。但 AnyGen 的定位呢是产出与表达，他的强项是把你手上已经有的资料和想法变成一份超漂亮的报告或简报。所以你看，一个是负责收集原料，一个是负责烹饪上菜，分工很明确。所以这句话总结的真的太好了， Manos 负责把全世界的资讯搬到你的桌上，而 AnyGen 负责把你桌上的想法变成可以交差的成品。这样一来，一个全新的黄金级的工作流程就出现了。你可以先用 Manos 去做深入的研究，然后把研究成果直接丢给 AnyGen， 让他帮你生成一份完美的最终报告。好，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于 AnyGen 的几个重点。第一，记住它是一个专注于可交付成品的 AI 工作空间。第二，它用局部编辑解决了那个修改到想哭的噩梦。第三，它能无缝整合文件、简报和数据，一站搞定。第四，它有独特的双 AI 系统来确保内容的准确度。最后，别忘了它跟 Manos 这样的工具是最佳派档，可以组合出一个超强的工作流。所以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在你的工作流程里，你更需要哪一种 AI 伙伴呢？是一个什么都帮你做好的全自动外包工，还是一个能陪着你一起脑力激荡，把想法打磨到最完美的协作搭档？这真的蛮值得想一想的。请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